又到了一天一次的那个喂鱼时间，那怎么在较袂惊人啊？等落，等落，紧嘞！大番倒掉，赶快去吃！这只天狗已经完全适应了，啊，这只还佫戆戆的，好，来。我个高过力，哦，这高过力就出口，你真伤死，真麻烦。好，拿出来了，来，安尼哦，我最后要起来，第一只个人玩的哦。从这边丢，嘿，安尼哦，他才会跑进去。哎，掉掉掉掉掉，对哦，我上烦恼这只啦，伊这只摆电脑较好安尼，伊变较细点安尼。伊也是我真正个加温加迄落，要二十八度真有成效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还有咧食哦。还讲我这海葵，你看，伊安尼无，对只龟安尼保持起来才好看，那整个这样出来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哦、我已经袂记绵羊虾头先当做死啊。来哦，再来哦，搁一挂挂哦。哎，你声关掉啦 ！B B 在录影，叫你声关掉，你是伫遐咧假熬呢？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，伊家咧食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白龙学真正做一个驯鹅达人呢。哼，真好看嘞。好，换我这边的小燕公的歹戏耶。买伊嘛是互伊食高果粒许个，食较爱饲爱伤济个，养这样太多了，干袂。无要紧，做白通鳕鱼就是拢爱食上好个。哎呦，是鬼可爱哦！有佫肥出来呢，这买鱼佫肥出来。啊，饲这孔雀蛤无饲孔雀蛤死个。诶，安尼我讲，安尼白点病温度调管真正有效。先暂时安尼，我看我先啊调啊二十九度好诶，啊二十八度啊，搁较起。先安尼好。伊这毋知是拄啊伤热，伊即阵咧冻袂调，莫紧啊，先这样子要治疗白点病。